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推回去，不然我们同归于尽。妈的！ 你们以为你们赢了吗？我是没有赢，但是我也不会输。我在这里安装了炸弹，一旦爆炸，整个工业园区都会陷入火海。爆！爆！ 那么多人陪葬，我不亏。我要看你们向你的人民交代！混蛋！走，徐子彤，走！尤秀凡，你们俩给我回来！你们俩把他给我押送回局里。不能！大光临线。 把人质护送回医院，其他人立即配合我疏散周边群众，快！马上处理。 等下送你去包扎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下去！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帮你计划路线。 这里最近的人过户只有8分钟的车程，开得快的话，应该来得及。按照现在的车速，我不确定来不来得及。 你要在爆炸的瞬间扔到高空中，你太聪明了。也不看我是谁，你怎么了？脱不下来。怎么可能？大家都可以的。这个衣服呢，应该脱了特殊的设计，跑的时候出了汗，就会粘在身上，脱不下来。我们想别的办法。 相信，好人会有好人。不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。
我们从入境那一天，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，鞠躬尽瘁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 谁在说路太崎岖？